咁我見到海棠一個你，我就俾人。前的钱嘉乐是一个充满喜剧细胞的艺人，镜头后的他是一个多产的电影动作指导。你都要好清楚飛車嘅動作啊，都係事先已經係排好曬。
今日咧嚟到成功片場咧，係為我哋槍王之王咧，就試好多一啲特技嘅效果啦。好重要，得係啊。举高啲啊嘛！高速喺观塘晓道同埋东区走廊嘅高速追逐，呢样嘢系我觉得系比较困难嘅。香港呢个地方嚟拍呢啲咁嘅戏，飛車嘢我哋都拍得好足，每一樣細節我哋都好足，唔單單係表現緊一場飛車。我都諗唔到對上一次可以俾人咁樣打劫，一架車撞埋嚟，跟住 AK-47 喺呢度，大家就咁開槍，係邊一部戲？好耐冇見過咁 aggressive 嘅一部戲。今次嘅製作會比上一次嘅製作會更複雜，會更困難。食煙嗰啲全部行嗰啲啊，漏油啊，唔好埋嚟啦嚇。都係導演。